宝宝要钱，出去溜达溜达，散散心。你这不刚溜达回来吗？人家溜达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溜达，你溜达是一个州一个州的溜达呀。我问你，你上个月去哪个州了？欧洲。上上个月呢？非洲。上上上个月呢？南美洲。这回你要去哪呀？苏家屯。你上苏家屯干啥去？吃碗冷面缓解一下心情。那你就不能打个小蹦蹦去吗？你高调个啥呀你啊？爸，你就是不给是吧？不给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要放大招了。你放大招，你炖大鹅我都不闻那个味儿。好，你是我爹是不是？咋的？我找你妈去。干啥？奶奶来了。爸爸，幺幺幺幺幺。不是，我就想问一下子，咱俩搁这一直叭叭，老太太就搁门口杵着呢啊！叫妈，母亲，过年好！哎呀，哎呀，儿子，过年好！妈妈，快坐，妈，快坐，坐坐坐，咋把你给折腾来了你啊？你先别听他说话，奶奶，怎么了？哼，你说你这儿子啊，太不懂事了！大过年的，我管他要20000块钱都不给我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。啊，20多岁大小伙子，张嘴闭嘴管你爸要钱，你爸挣钱容易吗？啊，一边待着去。儿子，妈妈，你看你给妈买那个新房子装修，还差50000，咋办？早准备好了，我的乖。谢谢儿子。你说你这孩子，张嘴要回钱就要20000，给50000。哎呀，哎呀，哇，哦，爸爸，爸爸呀，爸爸，你品，你细品。哎呀，这是。妈，你干啥呢？你说你把这50000给他，你装修咋整啊？也是啊，装修咋办呢？哎呀，再给我50000吧。哎呀妈呀！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呀，妈呀！你说这孩子从小走道卡了，你把地给打了；骑自行车摔了，你把车给拆了；这长大没钱花了，你可着我一个人夸着。我就想，这个奶奶和亲孙子这个身份已经确认了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的朋友，就好像一只蝴蝶要飞进你的窗口，结果妈，你给我挡了个纱窗，我蝴蝶直接就变成了看门的大狼狗。行了妈，你啥也别说了，要这么整的话我要辞职，我这儿子我不干了，我当孙子。那不整差辈了吗？啊，再说你要当孙子，我孙子还不乐意呢。我过年了玩呗。你啥意思？我行，我给你个大肥踹。奶奶，你看，爸消气儿，反正我这钱也有了，你别生气。行，我知道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这样吧，那咱俩今天就换换 啊，把衣服脱了来。啥意思？咱我是儿子。你干啥呀？你是爹啊？爸，不是，别说了啊，真的 啊，你不老说什么当儿子当挺痛苦吗？今天我就感受一下，我看你是咋痛苦的，行不行？爸，我现在是儿子了，别说话了，你坐这，你，妈妈坐那，爸爸坐那啊。叫错了，奶奶。行，我就给大伙整一个完美的孙子啊。